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这个水坑是因为浙江的一个漂亮女老师包的坑哈。我们今天特意带了两只黄三鱼，一只黄瓜鱼去打窝，千万不要让它失望哈。我们现在打窝吧。打窝，黄瓜鱼200块钱，黄三鱼200、600。好了，我们过三天过来盘它了，是吧？几天后。登岛了，我们登上这个美丽的赤雷岛，这边风景非常好啊，对面都是台湾海峡，就是台湾海峡了。Hab die Welt verflucht,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.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, war es himmlische Ruhe. Komm on, Panda!美女老师赚到了，哇！还有，家人们，带你们看一下那个阿生呢，在下面啊，在下面抽水坑，然后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吧。我现在在山顶上哈、啊，他的那个坑里面啊，在抽水坑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风景吧。哇，海景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哈、啊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哈、啊。现在抽的差不多了，你看都干了，来抓鱼。哇，第一只就红骨了，哇，包骨，哇哈，包骨，1斤多。赶紧八爪，哇，这么大石头，八爪一只，1斤半。啊，土哥，小土哥哈，哇，小黑条这么小了，人家发声了、啊，哇，乌头，1斤半，来带，哇，躲在这里面。哇，这只太大了吧！这个起码有个7、8斤吧。7、8斤不止吧？好了，回台了。哎，哇，龙胆，漂亮，1斤哈。鱼都是躲在这里面。哇，又一只，两兄弟啊。哇，很冷，水很冰啊！在这里下面摸，哇，都是小小的，你看，都这么小了，人家一起放生啊！哎，啊，这头可以，这头半斤，我们等一下带回去啊！哇，又一只龙胆。3只，哇，这，哇，哇，真贵，半斤左右哈，漂亮。黄瓜鱼跟黄三鱼打窝的，效果不错啊。哎，哇，我不要，啊、哇，躲在洞里面，珍珠斑，来。来，这里，哇，龙胆又一只，漂亮，7、8两。这边走过了，去上面看一下，
这个水坑好猛的，哇，这里我看见鱼了。珍珠斑鱼搁浅了，哎，这里还有，哇，又是珍珠斑，哎，追追，哎，上面瞧一下，哦，这里还有，哇，这里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么大，哇，哇。这什么花费咬人狗鲨，啊，这么大了，有三四斤啊，他们发财了，来进去，还是黑雕，哇，雕哥一斤半哈，来再找一下，这里哇哈，我以为是石头，你看红色的原来是八爪，这个白的漂亮吧，蜘蛛网一样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哎，可能父子俩哈，出来被阿生一锅端了。再找一下还有没有啊？再摸一遍。我们要仔细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前几天打过的这个剩下骨头很翘，对呀，臭逼逼，你看手，啊，差不多我们摸了三四遍了哈，你看，这家那个美女老师啊，你看这两只都跟一只1000块钱了，抓花，还有这个正贵哈，一斤3-400了。还有石斑3-4只啊，红骨乌头很多，还有八爪3-4只，估计这个鱼货可以值2-3千吧，2000多吧哈，阿伯，哎，来我们回去啊，这别人的东西啊，来回去了阿伯，小心点，哇哈，这个路很难走，哇，今天那个美女老师撞翻了，这么大一桶提都提不动，阿生跟阿峰两个来，我们这两只小奶钓啊，帮那个浙江的女教师啊去放生一下，她还没结婚啊，祝她早日找到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去吧，这就是这就是爱，这就是好了，我们今天鱼货抓的差不多了，估计这个鱼货可以买那个2000多一点啊，那个美女老师应该赚到了，这样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生赶海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生，我们今天特意过来掌握这个百米悬崖下的这个水坑哈，这个水坑也2-3个月没来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带着我们自己抓的鱼啊，来去打窝一下，过3-4天过来盘它啊，来歇一下，我们打窝吧，这么小的鱼就不用了啊，哎，这个鱼不用，黄瓜鱼，好，我们过2-3天过来把它盘了，回家吧。过了几天，好了，我们来到这个百米悬崖下这个水坑了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吧，开盘了，哇，好多，哎呦，红骨，哎，看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也是小红骨，哇，弹丸，哇，真的好多，又是红骨啊，红骨，哇，爆了，哇，
看我这是什么？哇，还有刺的，快点扔进去。这里有一个螺。阿波有漏了，阿波。我这里还有个，还有漏了，上面。哎，这里。哇哇哇，黑钓。哇，这个坑很久没抽了。哇，八公。来，进去。这里还有一只八公。哇。哎。哇，黑钓。你看，这都是土啊。哇，满地钻土了。来，抓头。抓头。哇，你猜，你会看得见清楚这是什么吗？你看它嘴巴。哎，土龟。好，阿土哥。哇，红骨。这是什么？黑雕哈。哎。看，珍珠斑。这里有多。哇，行了。八公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珍珠斑，这个是珍珠斑两斤哈，哎，哇，珍珠斑，来进去，哎，这里是什么？错过来了，这，哇，什么？鲈鱼啊？哇，红骨哇，一锅断了啊！哎，这里桂鱼啊，油桂三四斤，漂亮。哎，这里，哇，真的是红骨窝，一只小红骨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大鱼啊？这里是村庄，哦，跑到这里来，跑过来它就死定了。哇，什么？哦，红骨，哇，卡到里面，转出来，哇，什么？哇，又是鲑鱼，漂亮，也有三四斤。哎呀，这里一只青蟹，哎呦，阿峰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只青蟹，青蟹吗？会咬我，有一个棍子，哎，给它咬住，不然完蛋了。哇、哦，小时候给这个咬怕，快上来了，哇、哦，抓住，哇、哦，哦，不要咬我，这个有没有六七两？哇、哦，很硬。漂亮，来，进去。你那边摸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没有。没有了，回家。我这里也没了。快点，海水涨潮了。好。一二三，喂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回来了，今天鱼货不大多，我们也不拿去卖了，等一下一人拿一点回家吃，然后剩下一点明天去看一下那个孤寡老人哈，很久没去看他们了哈。明天带一点海鲜去看一下他们。我们现在鱼打包了两份哈，我们穿水坑的鱼啊，然后等下去东西买一点，顺便带去看望那两个老人。今天要去买点。飘零在满天落叶里面，泛黄世界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。冬天的雪，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，爱的碎片。爸，爸，爸，
没有啊。哎呀，拿来给你了。那我今天就去。啊，我今天可是，你要抽一件嘛，三件嘛。来，我跟老师讲，跟老师讲，跟女人在哪里？哇，这女呀，女呀，哈。来来，我厉害。来，那你都给啊。这来，我家里有个女的，女的，你们买那点哈，买买了哈，买了我呀，那我买我这点。来，你们买点哈，那我先到看阿东，阿东妈干的。我这里啊，我花了多少钱？我这才多少？来来来，你先看看，你们买点哈，好，我先去哈。这啥阿爸，小张弟，我姑娘，我阿雷呀。我有你了，哪里的？看我的，啊，那几年了喽。我在那里，你看你那么低哇？还低呀？还低呀？我你哪里？哪里？我叫你哪里啊你？好，爸爸叫了你了。好了哈，兄弟了哈。啊哈，你说啊，你别问了，哎呀。那这女的女的哈，这爸爸招了哈。哎，我看你看你，等到这里你看你他要么你看你。我是谈了一下哈。我等着哈。来。我们两位老人已经看完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